关圣帝君戒淫经注解自序。社会潮流日趋变态，尤以淫风未盛，因社交公开，家庭之中男士美其拈花惹草，自命风流，妇女红性外遇，自诩高尚，青年男女受阳风所染，好读色情书刊而心摇，喜观欢爱影剧而神飞，情难自禁，越轨频传，一旦难以结合，则悲剧屡生，不幸也哉。神圣人伦，伦未受欲，又多不孝，凌辱妇女，奸淫无辜，其罪不赦，地狱色鬼最多，犯者岂可不猛醒回头乎？在官通街道市，各种色情行业林立，有明目经营，有暗地销魂者，虽官方严禁，而业者魔高，利欲熏心，不惜以身试法，好色之徒又趋之若鹜，流连忘返，不惜花钱伤身。不幸者染毒一患，子孙受累，因而情色失和，家庭破裂者多矣。新闻不断，丑事连篇，妨害风化案件琳琅满目，甚且酿成命案，或因激恋而遭杀身之祸，淫欲害人甚于洪水猛兽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古云：万恶淫未首，此路不可走，岂可不幸乎？关圣帝君戒淫经注解。帝君曰：帝君说，淫为万恶之首。嫖娼宿妓为淫，兼通别家妇女亦为淫。万恶指万般恶事。首字坐第一见叹，言世间恶事虽有万般，总以淫人妻女、坏人名节为第一件大恶。孝乃百行之先，善事父母曰孝，孝顺德也，即事事亲顺亲，事事顺承得其欢心之味。百行指行百般善事，先是宜先做此。言人生在世，总要先行孝顺以报父母劬劳，其余应做的百般善事都可放在孝字后头做。孔子《孝经》称五行之属三千，最莫大于不孝，一见能孝则功德极大，不孝则罪恶极大。《论语·学而》第一篇即言孝悌为人之根本。先佛垂训，第一条即是敦孝悌以重人伦，皆是千经万典孝悌为先之明证。淫人者，杀其三世。凡妻女被人奸淫，是人间第一丑事。三世指三辈人。淫人者，上则害其先人含羞于的腹，中则害其父兄丈夫无面见人，下则害其儿女出头无路。此等坏人名节，使人祖父子孙宗族一齐受辱蒙耻，其罪大恶极，实教杀人之罪未甚。一经败露，丑态遍传。败露是通奸之事被人访查出来也，丑态不好之声名也。遍传者，有者报纸一登，各乡各地有人传此事，各县市有人传此事也。父不以为女，夫不以为妻，子不以为母。凡妇女犯淫，其父其夫其子业以含羞蒙耻，无面见人，唯恐遮蔽不及，谁肯前来认女认妻认母呢？甚至刀悬颈项，男女并亡。凡淫人妻女，
被人知觉，常演成凶杀案件，有者奸夫淫妇为此丧命，抛尸露骨，辱及宗亲。凶案发生，人命既亡，必请官府来相验，岂有不抛尸露骨之理？他人问是何族的人犯奸被杀，其宗族亲戚亦无面目见人。问谁家之女流，全无教诲。问谁是之男子，境内马牛，无教诲，是无家庭教育。类马牛，是同于牛马畜生，不知礼义，不知羞耻。他人问是谁家之女，谁是之男，一家一族，莫不含羞。疑惑赠少彩兰，两情更密，或摘芍药花，或采兰草花，暗地赠送情人，是甚周密，不令人知。致使要毒亲夫，问陈超罪。凡淫妇欲与奸夫长久相好，势必按买毒药毒死亲夫，一经罪证告发，官府必照例严办，处以极刑，以成淫乱之罪。极刑定验，魂散魄消，杀人偿命，淫罪不赦，法官审判，定验死罪，一经判决，宣布死刑。至此时候，无不魂飞魄散，难于超生。父子悲号，母女抱痛，万人笑骂，悔何及焉。父母来到法场，见其儿女死于严刑，亦唯有悲痛嚎哭而已。还有千万人或笑或骂，都说谋夫的淫妇奸夫，该当如此，虽有悔心，已无及矣。而好淫者田不知耻，田安也，耻愧耻也。言好淫的人，反以为安稳无事而不知愧耻。本名叫中人，甘为拜常乱俗。读书明理的人，乃名叫中人。常，即仁义礼智信之五常。俗，是风俗。言读书明理的人，也有知法犯法，兼淫别家妇女，甘愿去做伤风败俗的事，或兄占弟媳，弟兼兄嫂，弟的妇人为弟媳，兄的妻子为兄嫂，强娶曰占，私淫曰奸。若为兄强娶弟媳，为弟私淫兄妻，此等弟兄，真是名教中罪人。或叔因执父而起贪心，执以沈娘而成苟合，或乱伦，或无理之配合，皆为苟合。或叔见侄媳貌美，心起邪念而去奸淫，或侄见叔娘貌美，设法去成苟合，皆是衣冠中禽兽，两下欢愉，只顾眼前快活。欢是喜，愉是乐，快活是安逸。言男女已得通奸淫，两人欢乐，然只知有眼前的安逸，全不顾后来的破败，半身潦倒，那知身后倾颓，半身半事也。潦倒，事机不顺也，轻败也，颓堕也。言好淫的人，常至身败名裂，身前办事既不顺遂，及至身后，子孙亦必家败人亡。不是断绝香烟，便是留位乞丐，
子孙为老人的香炉脚，绝了子孙，即是断了香烟。画梁起时为乞丐，好饮者即有后人，亦必留为乞丐。不是妻女愁肠，便是子孙落魄。愁肠还债也。言好饮的人，自己妻女必定替他还银账，甘受别人奸淫也。落魄即时衰运退，世事破败而落魂丧胆之位也。孤坟也归，俗话指前人死曰鬼，封土未坟。好饮之人既死在他乡，埋在荒山，成了孤坟野鬼，那个人来与他烧钱挂纸，浪子轻狂，熟食菜饭，言轻狂子弟浪荡好饮，必多绝后，生辰年节，那个来与他献菜饭，言念及此，能不悲哉？言说也，念想也。帝君说到此处，想到此处，亦十分替人悲伤。更有作苦田家，生辰挑达。田家是耕农的人户，挑达是轻薄不耐劳苦的意思。言是子而外庄种人户子弟，亦养成轻浮的习气，不肯劳身下苦，不思孝亲近长，反来钻穴于墙，不思不想也。亲父母也，长是长辈，穴孔也。钻穴是将墙壁钻穿，成大眼小孔，偷看邻家妇女。鱼跃也，甚有翻越过墙迎人妇女者。言轻薄子弟不讲孝悌二字，反去做些奸盗邪淫的事。南亩东郊，便为枯槁。南亩是南亩田，东郊是东边地，变改变也。枯槁禾苗不长而死的意思。言处处禾苗因无人铲草施肥，先茂盛者，后亦变成干枯而死也。秦楼楚馆，莫问春秋。秦楼是秦国的楼台，楚馆是楚国的馆舍，均是驻葬娼妓之地。言农家子弟迷于花街柳巷，久而忘返，不知有春有秋也。卖祖业而债长风流，父母之功几尽废，废罢休也。供给即供养父母的养膳谷米也。债账也，风流债即因相交娼妓花费银钱借来的账债也。欠债既多，只得将祖业卖尽，遂至父母的养膳谷米一齐罢休。当价廉而醉饱朝夕，儿女之烟火酒虚，当抵押银钱也。价廉妻子陪嫁的衣服首饰也，因日夜在娼家醉酒饱食，早将价廉当尽，遂使家内断绝火烟，无米下锅，儿女亦从此受冻饿，床头精进，孽病随身。床头枕边也，精进是将银钱用完也，孽病是在娼家染到梅毒、淋病或色欲过度的吐血、骷髅等病跟随其身，此为自作之孽，故曰孽病。倒卧阶前，亲朋掩鼻，
好饮者忌因素娼染起毒疮冤孽等病，那时娼妓拒绝往来，挥之门外，又不能行，只得倒卧街前，晦气难闻。亲戚朋友过往辞的，个个都掩鼻命言片刻，故就酸心。命人之性命，眼流也。片刻不到半个时辰也，故就多年的亲戚朋友也，酸心伤悲之意。言好饮者，虽性命稍留片刻未死，故就见之，莫不替他伤心。姚亦当年，何堪回首？姚远也，亦追想也。当年前约也，何堪不忍也？回首掉头也。言有此时追想当年未遭恶报之时，是何等快乐，真有不忍掉头相顾者。如此下落，毋庸叹息。如此这样也，下落下台也，无忧不必也。言好饮者遭了恶报，这样下台也是该当的，不必为他叹气而连续之。他如良弓巧将，应手规模，弓将都只守一人，如各种工业技术人员之类，良精美也，巧奇妙也，规模规矩法度也，研学有技术的人理当守其老师所传的规矩法度，万不可去贪淫好色或失训不尊。按许战素之曰，有言弗听，顿怀月下之欢。失训教技术的师父原教徒弟莫贪淫好色，不尊不依从也。按许是暗地邀约他家妇女客栈或旅社会面，以便兼宿。朋友劝他莫贪淫，他也不听，偏要从月光之下去勾引别家妇女，任尔俊女娇娥，难逃铁网。管他花容月貌，放下金钩。俊女是俊秀的女子，娇娥是娇嫩的妇人，花容是容貌好看如花，月貌是容貌粉白如月，铁网是铁丝做成的网，网着禽兽走不脱。金钩是铜铁打成的钩，钩着鱼鳖走不去。言贞洁妇女多被风流汉或设巧计网罗，或用银钱勾引，常有落其圈套，被侮辱而坏名节者，言念及此，令人切齿痛恨，少妇含羞。有一悬梁自缢，红颜被辱，甘心跳水投河。少年妇人为少妇，少年女子念茶红粉为红颜。一旦被人侮辱，坏了名节，无脸见人，常有悬梁吊死，投水淹死，避人笑骂而已。恶气难消，转向鬼门哭诉，冤魂不散。近来的府城词，哭诉哭泣告诉也，城词投诚告状也，鬼门阴司的关口也，的府冥王的衙门也。言妇女被人侮辱含羞而死，死不甘心，其满腹冤情，时而结成一种怨气，继而变成一种恶气，必欲变为厉鬼，
活捉奸夫以雪其恨。若不弃诉于鬼门，臣辞于的府，求冥王许其报怨，这口恶气如何能消？这段冤情如何能白？似此冤鬼报仇，或使奸夫自缢自杀，或即杀奸夫使他七孔流血而死，此等案证多见于历代科场一文录中。五殿僧罗法不容缓。五殿因司第五的衙门也。僧罗指阎罗王的法律及其森严也。阎犯淫之人死到阴曹，阎王即召万恶淫未守之罪斥之，绝不殉情，焉能宽缓一刻？铜锤铁闸，血肉淋漓，剑树刀山，形神零落，以铜为锤将身体打烂，以铁为闸将身子闸断，其血肉岂有不淋漓抛散之理？甚或抛于剑树，投于刀山，其形骸将必飘零于地狱，神气将必堕落于苦海也。好淫者如此结局，岂不可怜？一念之差，终身莫赎。差错也，赎将物买转来也，终身平生也。言当初起错了一个念头去犯淫，遂至一生不能买赎前愆而逃地狱的恶报。必妻之子，情何以堪？必妻之子指这个人，言这等色鬼到这个时候，其情怎么想得开？其心怎么悔得转？所恨者，貌义江湖，挥金如土。貌义是做生意。言最可恨者，是在三江五湖贸易的人，好银通嫖，用金银如用粪土一样。携妓女以调情，那妓更长夜短。妓是卖娼的妇女，言以手搂着娼妓，借饮酒欢笑以调其淫荡之情，日夜流连不归，即不暇计其夜之长短也。恋风花而快意，魂望月落乌啼。恋贪恋而不舍也。风花，风中之花，动态迷人，令人起贪淫之心。月亮落土，乌鸦啼声，是天色将明之后。言指之春眠风月，贪恋成女为快乐，忘却天色将明，犹不肯分散。久别嘉陵，余书仙迹，长依远地，雁信难通。余书古人有借于父以传书者，雁信以家信寄于雁族，传回家乡，是汉朝苏武的事。言茂义在他乡远的迷恋妓女，不问时日之长久，亦不寄信回家也。水拜先天，服药而药服效，病成后归，求神而神不灵。先天肾水精髓，既因贪淫好色而败尽，势必致形容枯槁，病程不治，服药不效，此时才悔，纵求神许愿也是枉然的。哭向天涯，孰来顾盼？天涯有云远在天边也，顾盼有人来看望也。言此时染病在身，虽对天涯而涕哭，有谁人来看望你呢？死作他乡之鬼，终为异域之魂。既死于他乡异地，其魂其鬼
必久留于异域而不归。欲异的也，千里河山，谁怜枯骨？一堆荒草，莫觅青蓬。一架枯骨寄葬于千里之外，谁人来连续他，送他还乡？其坟只有一堆青草而已，既无亲朋来看望他，又找谁人来连续他，给他烧钱挂纸，并禁止牛马践踏其坟。觅找寻也，报应昭彰，丝毫不爽。昭彰名也，言报应十分显然，一丝一毫不会差错。吾也，丁宁告诫，诸望四民。吾我也，即帝君。丁宁尊切之意。告诫小玉也，四民世世农工商。言主儿等改过迁善，切莫好淫。果能涵养心性，不犯邪淫。果决断也，含有如水浸润之意。言果能以仁义道德调养其心性，不为色欲所迷，自然不犯邪淫守恶，则失礼传家，苍乡有庆，名臣立久，受考为奇，并能以诗书礼乐传为家法，教训子孙苦读其根，一则千仓万乡可以致富，一则功成名利的享福寿。受考是受高，为奇是福厚，门楣幻彩，居然富贵之家。门楣门上横方也，幻彩是有金字匾额，光彩可观，居然是富贵气象。屡里增光，不愧栋梁之气。屡里是竹林的门屡里巷，栋梁是做大官的人，好比国家的栋梁一般。里中有此等人，家家沾光，无上光荣，不愧是配得住。庭前深瑞草，兰桂藤芳。庭前皆前也，瑞草即香草，岩兰草桂花满庭，具有香气，为富贵之家有此气象。户外起祥烟，春轩并茂。祥烟是吉祥之气，春荣比父在，轩茂比母存。言父母双全在，户外常有祥瑞之气缭绕也。推圆其故，伴游界中来。推考察也，言考察其缘故，多半是不犯邪淫中的人，其来由自然是可想而知的。而古来好淫之辈，亦不乏人，不乏不少也。言自古以来不乏贪淫好色的人，下节无道，宠媚喜而败坏江山，商纣不仁，爱妲己而摧残社稷。夏桀是夏朝的桀王，媚喜即桀王的妃子。商纣是商朝的纣王，妲己即纣王的妃子。江山社稷，天下之别名也。言桀纣俱因贪迷女色而丧失天下，其庄公因唐将废命，惨不可言。陈灵公为夏氏亡身，丑不堪问。庄公是齐国之君，唐将即其臣唐公之妻，
其庄因银堂江而被市。灵公是陈国之君，下士即陈臣下真书之母。陈灵因迎下士而被市，其情惨，其名丑，君不堪问也。其余心台强词，仆上桑间读其诗，未有不止为禽兽。被封新台之师，是次为宣公复纳子袭。雍封强词之师，是次公子头兼通国母。又为国浦水之上，有地名桑间，其俗淫乱，不知礼义，实与禽兽无异，故读是诗者，莫不只为形同禽兽也。往事堪追，以至于此。往事指以上桀纣其臣已过之事，言其好淫至于形同禽兽，皆可追想也。且吾在汉室，寸心可白。帝君言我为汉臣，一心匡扶汉室，我的心事，无论一寸一分，无不可以表白于天下。秉烛呆旦，无意曹瞒。但天明也，帝君言昔年保着皇嫂同行，被曹营拦住。曹操亦想离间我君臣，用一间房屋将我叔嫂关闭一室，欲使我叔嫂乱伦而被皇叔。我乃不肯安寝，秉起烛火做观春秋，等待天亮，以我无益于曹瞒，故不肯终其奸计也。斩将夺官，寻兄护嫂，其后辞了曹营，过五关，斩六将，保护皇嫂去寻兄长皇叔，即是我一心为汉的情形。柳下惠坐怀不乱，何等清高！鲁仲连闭门不纳，何等异义！柳下惠是列国时的圣人，当年遇一女子来奔，坐在他怀内，他的心腹妄动，其清高难比。鲁仲连是战国时的贤人，当年遇一妇因夜雨屋漏来借屋躲雨，他竟把门闭了不肯收留，其义气难比。吴苑少年英俊，保重丹田。英俊即英雄俊杰有才的人，但此等少年多因好色而损受，故帝君愿有才的人定要保其丹田以养精神。丹田即是精神脏序之处，在其下一寸许，不为色欲所伤，受其耄耋，不为群差所误，得备儿孙。色欲指好色的私欲，古人称伤身之事非一，而好色者必伤身。人若不为色欲所伤，自可望有八十九十几百年的上寿。八十曰茂，九十曰蝶，皆是寿高的人。裙钗指穿罗裙带金钗的美女。误指男子误入色坑，被他迷惑，犯了首恶，子孙不昌。人若不被群差所迷，其阴德极大，必能被及后人，使子子孙孙皆昌达。入不闻寡妇之悲，天长地久；出不见官夫之惨，鹤发童颜。人既不伤于色欲，其男女必皆同于天长地久而享上寿，自然入其门，不闻有伤心之寡妇。及其男子出外，亦不见有情惨的官夫。又上寿的人，发白同于白鹤，故曰鹤发。
然其脸上颜色则仍红润，如儿童的脸，故曰童颜。疑是太和，不知老之将至。疑是一家也。一家之中，男女皆无病无痛，有福有寿，只觉其和其志祥，老人安乐，故老人亦不觉其老之将至也。夫之弟者莫若师，之子者莫若父。弟是学生，师是老师，学生的性情为老师知道的，儿子的嗜好为父亲知的明确。吾见为人师者，读书而外，绝不教以保身之学。保身之学，即保重丹田不迷女色之学也。我见为人师者，除教学生读书而外，并不教他戒淫以保其身，实属可惜。或因子弟聪明，听其飞扬浮躁，飞扬浮躁是轻狂的子弟，趾高气扬，福气未脱。此等学生本宜谆谆告诫以归厚重，奈何因子弟聪明伶俐，姑息不教，遂听其轻浮而不加管束也。或因东家爱习，任他蝶戏疯狂。东家，东主也，家长也。爱习是护短的意思。蝶戏疯狂去采花，是言轻狂子弟去走花街柳巷。因家长爱其子弟，遂任他狂妄好淫，不肯认真教戒他。情窦初开，天良见师。情窦是生情欲的孔窍，初开是初被人引诱，兴起好色的念头也。既起好色的念头，遂不顾坏人名节，淫人妻女，而丧失其天理良心也。本是玉堂人物，弄成邪僻儿郎。玉堂是翰林的衙门，邪僻是邪淫偏僻的事。言英俊子弟本是一个翰林的人品，忽因贪淫好色，误其前程，遂变成一个贪花浪子，以终其身。无论磊落其才，一定功名眼见。磊落是开通出众的意思，其才是奇异的才学，眼见是遇事阴错阳差，谋位不顺遂的意思。言子弟虽有奇才，一犯邪淫，事业功名定不顺遂，庸师之过，害人不浅。庸俗也，言鄙俗的师长，不以保身之学教子弟，听子弟好淫而误功名，皆庸俗师长之过也。其为害于人，岂浅先也哉？吾又见为人父者，溺爱不明，慢家成则。溺爱是过于姑息也，慢是怠慢迟缓之意，成则是训诫打骂之意。帝君言常见未父的人，见理不明，每每姑息子弟，欲子弟有过失当加成则，反迟缓而不责之，非溺爱不明而合？稍有一知半解，逢人便说家儿，些为薄计片长，到处争花令子。一知半解是略知一二之意，薄计是浅薄的手艺，片长是有一点长处。家儿令子均是好子女，
言子弟稍有一点好处，遂在外面逢人便夸奖，显他有好的后代，不是臣家之气，是为席上之珍。器是动用的器皿，席珍是席上摆的珍珠美玉。言这个儿子不是守臣家的器皿，他偏当作席上的珍宝，溺爱而不惜之，从此荡俭于闲，月里犯分。检是检查子弟的行为，贤是防贤子女的过失，礼是分别男女内外的礼节，分是纲常伦纪的名分。当于月犯四字，均是不依规矩礼法之意。其就一身轻薄，尼姑寡妇任意酣眠。尼姑是出家的女和尚，寡妇是守孀的寡奴子。言子弟一身习惯的，竟是轻狂刻薄的气息，任意去勾引尼姑寡妇，贪图与他同年取乐，装成满口胡言。柳巷花街随心喜悦，故意装疯卖傻，口中竟说糊涂言语。无论花街柳巷，随其心之所喜，任意去游荡。为夫子教我一阵，夫子未出于阵。夫子指其父亲，阵阵路也。未出于阵，是未走正路。言其父教他走正路，他反说他父亲亦未走正路，全不听其教训，忍气吞声。如何结局？结局是下台。言为父者素来姑息儿女，世事护短，将儿女的性情养坏了，今以正路教儿子，儿子反以恶言抵触他，唯有忍气吞声而已，似此如何下台？吾思名山大川，何地无高明之客？名山是出名的山，大川是极大的河。帝君言我想这些地方都有实践很高明的客人，而谈及戒淫一事，先有不以为难者，何也？先少也。言说到戒淫这一件事，人多以为困难，不以为难者实少，究竟是何缘故？大抵一马难拴，久被尘缘牵挂，心缘未锁，却为色界积缠。一马心缘是比人三心二意，胡思乱想，如马乱跑，拴之不住，如猿乱跳，锁之不了，大半是久未成事的孽缘所牵挂，世界的美色所积缠，故觉得难于挽回，利害未分，执迷不悟。言好淫者当其报应未来，尚不知分别利害，任意胡为，即至入了迷途。有人劝诫他，反不知己见而不知悔悟，岂知芙蓉白面，困了无数英雄。且看美艳红妆，伤了许多豪杰。芙蓉白面是女人面白好看如芙蓉花，美艳红妆是女人艳妆搽了胭脂红粉越觉好看。英雄豪杰俱是大有才能的人，其所以悟前程者，实被美色所困所伤，举天下不知凡几。戒之戒之，或依湖底。戒之戒之，由于一定要戒的口气，如不戒而犯之，
其惹祸招灾，何时的止息？虎何也？地止也。天下纷纷沦类不一，天下之人纷纷甚众，其等伦其类数不能一样，也有少乎失乎，学法未僧乎是也。幼而无父曰孤，即魔所仗势，只得削法入庙为僧，仗势神灵保佑。也有学道名山，离尘脱俗。又有看破红尘，不愿与俗人同居，只得访寻名山，学练仙道以求长生。理应心如铁石，紧闭禅关。既为僧道，理当心如铁石之间，紧闭禅堂的门户，不与妇女往来。何其饮酒如昏，撕破从前斋戒。僧道众斋戒原不可饮酒如昏，何以一旦破了斋戒，此事出人意外，真令人不可解。颠鸾道凤，图快今日心凶。鸾凤二鸟不乱配，可比妇女不乱偶。今日僧道好银勾引良家妇女，或谋夫，或私奔，折配乱偶，有如颠鸾道凤一般，其心只图一时快活而已。污秽廉耻，天神恼怒。莲池是庙中莲花池，乃清净之地，今被僧道在此奸淫，一定将清净圣地污秽了，天神岂有不恼怒吗？打入涅海，永堕沉沦。涅海，苦海也。永，长久也。堕，落也。沉沦，淹没也。言僧道既把莲池污秽，天神必将此人打入地狱苦海中，长久没溺而不得超生。地狱门前僧道多，岂须与哉？岂不信然乎哉？地狱是地府的牢狱，古云地狱门前受罪者多系僧道辈，其语既非虚言，其事更绝可信。晚近以来，阳风新潮，临其中土。晚近，最近几年，阳风，西洋轻浮的风气。新潮，时髦的玩意，好像新来的潮流。临其，侵袭。中土，中国土地。严禁年来西洋轻浮放荡的不良风气吹袭到中国，让我们受了甚大损害。男女变相，衣冠怪异，廉耻浸泡，变相形态不同，怪异即不伦不类之奇装异服。言男女把忠厚真淑本相变换，身穿奇装异服，人不像人，将面子羞耻之心置之不顾，有以暴露招摇，乱爱种也。未婚失贞者，招摇不稳重，摇晃过世，乱爱不正当的爱情，男女乱交朋友，玩乐未尝，以至于乱种业，结下业种。如未婚已先怀孕，或辈分不配，但已越轨蓝田种育，皆是造业缘，往往产生无限的不幸。失贞，男女失去童真，言穿着暴露衣服，炫耀自己肉体，或伦常不显，乱谈情爱，即尚未结婚，即已发生月理关系，失去了清白珍贵身体，或经营百业，
耍千奇花招，百业各种行业，耍变化，千奇即千奇百怪，形形色色。花招让人眼花缭乱之招数，言现在有许多人经营各种行业，不以正当手段赚钱，却耍一些花样，所谓吊羊头卖狗肉，外面招牌明亮，暗地里经营着变相的色情花招，下流至极，明现春光妖浪，暗藏会淫泥窝，多少志士沦落其间，无尽学子游荡忘返，春光迷人笑容，妖浪妖娇秋波，会淫引诱人淫乱，沿经营变相的营业商店，表面装设着五颜十色美女云集，现出妖娇媚态，欲陷人于巨浪漩涡下，暗地里藏着引人淫乱漩涡，害人不浅。不知多少有意志有前途的人士沉沦堕落在那里，也把许多青年学生引诱游荡于风花雪月场所，不知读书向学，半淫且又不孝之至，万伤可淫，淫业孽重，阿鼻惨行眼拔，子孙恶报臭名不断，万商各种商业生意，营业经营卖淫事业，阿鼻及阿鼻地狱，言什么生意都可做，独经营营业万不可做，否则罪孽深重，死后必被禁在阿鼻地狱受尽严刑，子孙必受到恶报。人问起你祖先做何事业，若答经营淫窟，一定是臭名冲天，遗修万年的，莫为徜徉销魂，寻欢可乐，徜徉放荡自如，销魂灵魂迷乱，寻欢寻找刺激欢乐，言误说放浪形骸，被女色迷惑，到处寻找刺激欢乐，自鸣得意，纵以银钱交易，灵性难免污秽，虽无旁观耳目，暗示自感亏心，交易买卖灵性灵魂本性污秽不清洁，暗示背地里，言虽然寻欢探艳是以金钱买卖，可是自己灵光已蒙尘垢沾污，虽然旁边没有外人观看，暗地里也会感到不安与难以见人，邪思既起，恶念滋生，身家丧失清白，心田独苗生根，邪思不正的思潮滋生繁殖也，身家本身与家庭心田及心地灵山独苗，有毒素的叶树最苗，言淫思既起，邪恶念头随着发生，理智一失，乱伦败德之事感位，身体与家庭无形中失去了清白节律，也种下了不尽寒毒的恶树生根，遗传给后代，万事夜夜从此纠缠，累劫轮回无休矣，万事生生世世纠缠缠身不放，累劫即历经多少劫难，言生生世世的罪业从此随身不放，不论经过多少次灾劫，一次再一次轮回受到报应，多可怕呢，幸而迷途未远，今世昨非，
由性误入迷途，行走不远，心中即明白了，使之昨约所走的皆非正路，要今日另走正路才是道理。有志圣贤，改过不令，令迁令也，怠过也。圣贤教人以改过为先，如于改过一事，不怠惰，不迁令的是有志圣贤了。则迷天之罪，一毁便消。迷天，满天也。言虽有满天的大罪，只要肯悔过自新，即能消除罪案。倘未难苟安，一日便生一日，知未不舍，今年缓在明年。倘以改过为难，偷安度约，则其罪必一日生过一日。既已知淫欲中无甚趣味，而又不肯舍弃，即有人劝他今年急速改悔，他偏说我要等待明年再来，百折不回，身犹未了，一棺常盖，处死方休。言好淫者虽遇百般挫折，犹不肯回心转意，其身仍然贪迷淫色，除非死期已到，一棺常盖，又岂肯罢休？常盖是永远盖于棺木之中，不能复活也。恶名永传，千古留味画饼。恶名，不好的臭名也。画饼，画把饼也。言其恶名越传越远，如水之长流不息也。千古即千年，恶极难掩，四方颇为美谈。恶极淫恶的事实也，难掩，难于遮盖也。言东西南北四方的人，俱将此淫恶事实当作美好的新闻而谈论不休也。生而不向贤，不如无后之为快。言所生的而不向其父有贤德，此等不孝之子，只知贪淫好色，丧败祖宗之德，常常令人忧戚，不如无此后人，反觉畅快也。吾如将何一改？本性难移，本性是生成的习性，难移，难于改变也。言将何犹有变迁改流之时，独此生成的恶性难于改移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。酒在壶中，原不能醉人，因人自己好酒贪杯而醉，非自醉而合。别家美色妇女，本未来缠迷人，因人自己好色贪淫，去勾引妇女来迷，你非自迷而合？吾也现身说法，望耳得故鼎心。帝君言我今显化身说法语，无非望你众百姓改革好淫的固态，而自心其德，作个心明。如遵圣训事行，吾当保尔积仇五福。帝君言人以此经训诫他人，或以此经自己遵行，我当保尔享积仇之五福。积仇即箕子所讲的红饭九仇也。五福，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优好德，五曰考中命。如其不知不满，吾当保尔诵注三多。知礼也，慢言远也。如能遵守此经而时刻不知离，或不抛弃此经而朝夕必读，我当保你受三多之助，多福，多寿，多男子，
谓之三多，是华丰人筑窑之矣。如其美玉无瑕，定许天台阶矣。美玉是好玉石，无瑕是无瑕疵破绽。天台是仙人所居之地，言世间男女如不犯淫，即是无瑕美玉，道功德圆满，当保有仙佛来接引他同登极乐。如其节清自好，定许的府来迎。洁清是如水之洁净清白也。自好是自己以好善去恶为心也。言此等人死到地府，而各殿冥王陛下未相迎，水火刀兵全家尽免，重黄瘟疫一概前消，前消暗地消灭也。言遵行此经的人，能免水火刀兵一切劫运及重黄瘟疫等灾，亦一齐消灭。回顾好色黄图，回顾掉头看也。黄图即好淫的狂妄子弟，眼瞎耳聋，定是前身灭种，灭罪灭也。前身头一世也，眼不能视曰瞎子，耳不能听曰聋子。言这等人因前世罪恶太重，故今生才受眼瞎耳聋之报。足跛手段，必然隔世冤深。言前世冤孽深重，故今世未残废人。冷妙凄凉，无衣无食，破窑惨淡，受饥受寒。不止如此，且身无坐落，日食难度，只得借冷妙安身，破窑驻足，受尽无限苦楚，未非前世好淫之果报乎？穷极无聊，何有忏悔？穷极是穷困到底，无聊是不聊生的意思，忏悔是忏罪悔过也。言人到此地步，时受前世之报，或受祖辈余孽，欲悔不能，又从何而忏呢？汝等生长中方，不累蛮夷，汝等你们也，不累不像也。中方是中国，蛮夷是指不知伦理道德地方。言你们既生在中国，常在中国，不可像那野蛮地方的人不知礼义，何不以此为鉴，返璞归真？鉴镜子也，璞是淳朴，真是正道。言你们何不以这等人做镜子照，反于淳朴而归于正道？言这药石亦当奉为准绳，药石是医病的物品，准绳是工匠作为平直的器具。言此戒淫经，句句是良言，可以医人好淫心病，有如平直的准绳，字字珠玑，岂可置之高阁？珠玑是珠针玛瑙之类，及其贵重之物，置收藏也。高阁是高大的空楼，无事无人走。言此戒淫经，字字贵重，若珠玑然，有益身心，岂可视为无用，藏在空楼而不口诵心为呢？吾也不才，灵坛垂训，唤醒迷人，垂流也。帝君说我虽无才学，今到鸾坛披流此戒淫经以训示世人，
无非欲借此良言，唤醒天下迷于女色的人，及早回头。如有佩服之心，吾当增福延寿，待在身边曰佩服，牢记心里曰至心。言如有人将戒淫经带在身边，谨记在心，时刻不离，我当保护他，与他增添福慧，延长他的寿算。如有口讲直话，吾当消罪消愆。言如有人口讲戒淫经与人听，手指戒淫经与人看，及其人以前犯淫，有罪过，有冤愆，我能将簿上的罪愆，一其消去，消灭无存，开其自新之路。如不以无畏妄谈，无在凌霄改机，妄谈无机之谈也。凌霄，帝君所居殿名，帝君言你们众人，如不以我说的戒淫经为无稽之谈，我在凌霄宝殿也感激你们。如不以无畏邪说，吾在精确弥缝。邪说是不正之说，精确是上帝所居殿名，弥缝是弥补过失。言你们若不把我的戒淫经当作邪说，上帝即因人心不好，故凭失节运，我在精确之上，必当替你们弥缝过失，减免劫难，获利亦不甚惊祥，还望才人校正。言戒淫经中所立的意思，或有不精细不详明处，还望有才学的人替我校对改正，使归尽善尽美。或措辞未尽纯粹，更其名是批评。措辞是经中所造的句法字法，或有未尽纯熟雅粹，更其远近驰名的文人学士替我批评出来，并期待未改正，亦使归尽善尽美。皆尔世人，朝夕焚香，诵无桃源经卷，成婚鼎礼，独无写心欲闻。早未朝，晚未夕，早又未成，晚又未婚。帝君看你们世上的百姓，或焚起清香，或顶进行礼，念我桃源经卷，读我心写欲闻，其向善之心实属可取。汝既能尽无畏神明，吾敢不以汝为赤子。出生之小儿为赤子，时刻要人保护。世人既顶进我为神明，我岂敢不保护你们如赤子？汝既想脱离苦海，就该斩断邪魔。淫恶的报应极其残酷，故曰苦海。脱离，逃脱也。邪魔为人心迷于酒色，如被妖魔缠绕一般。言你们既想逃脱苦海，须将妄念邪魔斩断，不可再被他缠。汝既思克盖前迁，就该消除业障。前迁是前世与前日的过迁，克盖掩盖也。孽障是罪孽重大如屏障，能够遮蔽人的善心，消除消灭也。言你们既能够想将以前的过迁一起遮掩盖，就该赶紧戒淫，多积善功，消除以往的罪孽障碍。汝不听吾相劝，吾亦无可如何。言我既以好言谆谆劝诫汝等，你反不听我劝，我又其奈你何？
刀山刃耳棍，油锅刃耳烹，血河刃耳作，铁水刃耳吞。一旦恶报临头，冥王命鬼卒将你抛刀山上，任你去乱滚，投耳油锅中，任你去受烹，或以血河淹你身，使你去受冻受腥臭，或以铁水灌你口，使你肝肠肚肺如在滚油锅内熬煎一般，都任你去受这些苦楚。那时才想读无戒淫经，怕得不能出火坑。那时才想读无戒淫训，怕得不能上天庭。火坑只在刀山油锅受罪，如在火坑一般，不能出火坑。言此时虽想读戒淫经，亦不能挽回也。天庭指无罪的人死登极乐世界，如上天堂一般，不能上天庭。言此时虽想读戒淫训，亦不能超生也。吾在凌霄怕耳恨，你在地狱受惨刑。帝君言你们在地狱受百般惨刑，我在凌霄殿中还怕你恨我不早些劝你。要脱不得脱，要行不得行，改也改不及，悔也悔不赢。言既在地狱受罪，此时想逃也逃不脱，想走也走不开，世道如此，欲改也改不及，欲悔也悔不赢了。受尽诸般苦，发放遍畜生，披毛又带角，鸟兽与同群。言在地狱之中受尽各样刑罚苦楚，然后发放出来变畜生，或披毛，或带角，与飞禽走兽之类为伍，依然刀下死，锅煎并火焚，何时才了结，使得转人身？依然是仍旧的意思。言既为禽兽，仍旧是死于刀下，或受锅煎，或受火焚，罪案何时了结，使得变人？一失人生万劫难，何如修机上云端？言人之过不改，一旦失了人生，万劫难受，不得即便为人，何如修善积德，犹可以上天堂而入云端。前车祭拜后车戒，方是长生不老丹。前车是前面走的车子，拜跌坏了，后车后赶来的车子，戒谨慎也。言人如能戒以前好淫的人，无不丧身败家未戒，由后车之戒前车，即可以天福天寿，如同服了长生不老的仙丹了。朗者非卵显化，一性相参。朗者昔日，言昔日有人设卵堂，借非五卵比降玉，显化世人，无如世人一性参半，信者少而不信者多，故而劫持平临，干戈扰攘，乾坤倒置，赵姓一样。劫运指水火瘟疫各种劫运，平临常来也。又有刀兵劫运扰乱天下，遂至乾坤颠倒，千百万人民一齐遭殃受害，岂不可惨？赵百万也，一一也，为遗留殃害于民也。灯烛辉煌，到处开坛阐教，臣民踊跃，各团讽忏礼经，
辉煌是灯烛光明也。开坛是设起鸾坛。阐教是讲明教化之理。言因节运旅将，无论城乡的人，莫不踊跃出钱设坛建教，以求挽回节运。无非亡羊补牢，挽回天意。夫开坛阐教，无非求挽回天意，亦由处阳之家，亡师养子，事后补牢，以尽人事而已。吾也不辞苦口说法度人。帝君言我不辞劳苦，以口讲说经典礼法，无非借此超度世人回心向善而已。如有事为具闻，利见灾殃并至。具备也，仅足以备数而不关紧要也。言有事此戒淫今未不关紧要之闻，阻人信从，则灾害或殃利见其来，方可以警其妄。如有只为荒谬，利见霹雳分身。荒谬是无凭也。言人指此戒淫今未荒谬无凭之说，使人怀疑不肯信从，利见雷火霹雳，将身即成即断，以彰其恶。一片婆心，八仙拱手，满腔热血，五老昂头。帝君此作戒淫今已劝世，其胸中一片血尘，与婆婆慈爱儿女的心肠无异，即使八洞神仙见之，定当拱手称善。由何五老见之，亦将昂头仰望，称颂其法良善美也。不嫌浅陋，便是苍生。苍生，黑法之名也。帝君言我不嫌以浅陋之戒淫今，便是你们黑法之名，时欲劝转你等百姓不犯邪淫。父之早立，折身后望，早立二目，均可刻板。帝君言我既已戒淫今是你苍生，还望你等复交印刷工厂，制成书版，印送以劝世人。但我虽折身此心，后望你等，使其你苍生能速速奉行也。戒淫师明明死路自家寻浪说情深夜更深。好借妖魔看美色休妻神鬼动邪心。阳台一梦欢何有阴郁三张惨不惊。未问淫人妻女者谁甘妻女被人淫。